好，我们继续开会。刚才早上午的会议进行到第三十四条，那三十四条因为有处理到关于对于法院保护的这个问题了哈，那么要不要廉政署要不要说明一下？跟委员报告一下有关于院版的这一个有关于接弊者人身安全保护，那在目前我们规定是准用证人保护法的规定，那借鉴到证人保护法里面，它其实对于它可以受理这种那种保护案件的要件跟它的惩罚规定都已经有很明白规定了，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部分准用过去就可以，所以我们在院版并没有额外规定保护书的设计。好，那中委员对三十四条这个廉政署的说明，如果我们就回到院版来做保护，你可以接受吗？院版的保护，因为之前在二十四条，主席早上也有特别针对二十四条是人身保护的问题，是不是比较广？那是否二十四条的部分是不是要一并做说明？二十四条，我原来的条文。原来的二十四就是中委员的二十四条，那在后面了、啊，涉及到后面的证人的一个保护，因为原行政院版本是拉到后面，因为基本上我的原来的条文是四十几条，那行政院版本是二十几，所以相对的有些的条文在对照的时候确实会有，因为我的条文放前面，你们的条文是放在后面去。所以我刚特别提到，包括主席特别提到二十四条的部分。跟主席跟委员报告，那个这部分那个二十四条是委员的中委那个二十四条哈，是保护书的核发的记载一个事项哈。那这部分在我们那个本法草案第十四条的第一项，那事实上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它是得依该法就是证人保护法哈，施以人身安全的一个保护措施，这部分就是依这个来处理。那这个就是证人保护法里面的第十二条。对。好，那我们三十四条，中委员所提三十四条，我们就不予采纳。其他的对应的条文，对不起，我再翻一下啊。就是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的二十八条。亲民党党团提案的十七条，段宜康提案的二十六条，都不予采纳。好，我们请看行政院提案第十一条，还有其他提案相对对照对应的条文。这个因为有牵涉到第七条的项次哈。但是我们一样，如果这边讨论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我们如果像是第七条的像是有调整的话，我们再授权主席跟这个委员会来做调整。十一条他们有修正动议，十一条的修正动议，那十一条的，好，我们就十一条修正请宣读。等会你。请看一至五第十一条对照行政院版本增列第二项，前项后段情形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得限期令其改善，借其不改善者按次处罚。宣读完毕。这是对于这个第七条第一项啊，对于这个不利措施哈的，如果有采行不利措施的处罚嘛，是不是？好，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照修正动议一至五通过。
请各位看第十二条。78页的中统召委员的第36条。哦，对不起，我们还有第78页中统召委员提案的第36条。这是有公告对于违反的事业单位的公告。中委要不要说明一下？这个公告大概就是依照现行的劳动法令，里面也有特别针对这些的违法的一些相关的公司，如果违反相关的法令啊，给予公告。虽然它只是一个行政上的一个公告，但是并没有相对的，并没有一个法则。这里面是因为前面我们的145里面有相关的情形之下啊，目的主管机关的面积改善，借其不改善者啊，按次处罚啊。所以基本上这一个条文我没有特别的争议啊。以上说明。好，请问廉政署的意见。这部分由于我们的立法政策是处罚从重嘛，所以其他的规定如果有比较重的处罚，或者是其他的种类的行政裁罚的话，我们是可以并为裁罚的。那这部分的立法意志也在立法理由里面有做说明的。是什么意思？您的意思是什么？就说比如说他除了可以处罚金之外，如果像劳基法他有公告事业名单嘛，这部分可以是一并可以处罚的，不用在这边定。他这边定的是对于他的，对于这个接弊者的这个不公平的对待了，所以他可以根据譬如说劳基法的规定，他就可以公告了，所以在那边就不用定了，是这个意思吗？好，那我们36条就不予采纳，请各位看行政版本第12条。请问第十二条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知道行政院提案通过。请各位看行政院提案第13条。他有修正动议，我们上次就宣布过，就正鹏这个。有一个修正动议上次宣读过了，是郑运鹏委员的提案。应该就是你刚刚翻的那个。这个。好，请问法务部的意见。这一条那个我们是采这部分不要再采纳缓起诉的一个看法哈，因为这部分它是不合乎那个缓起诉的一个本质。那个缓起诉它当时这个制度它是属于那个整个一个起诉跟违罪不及之间的一个起诉的一个犹豫的一个制度哈，它是立法说明，这个反起诉最主要是在一个诉讼经济的一个考量，要减轻法院的一个案件的一个负担，另外也要配合一个当事人进行主义的方式，所以在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处理哈。那个反起诉它那个在253条之一，它是要在死刑、无期徒刑及最轻本刑三年以外有期徒刑的，这个才可以为缓起诉，所以基本上它是情节是轻微的。那就那个本草案而言哈，它那个有些比较轻的一个报复的一个行为，事实上，那个接弊行为，事实上它是可以缓起诉的。但是它如果说是比较重的，是在五年以上，像一般的贪渎的案件，像五年以上或七年以上，那这个大部分都是属于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所以这部分就没办法缓起诉。所以我们是才比较一个保留的一个看法。那这部分也我们也是认为是不是一个有一个空白刑法的一个疑虑哈，那这边另外涉及到司法院的一个权责，以上。好，请周委员。请教署长哈，这也是我上次质询关注的问题哈，因为现在是说，
团体诉当然他有他的罪名的限制嘛，那你们现在是说他不用受253条那个所列罪名那些的限制嘛？还是要限？我们是，我们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因为这样，直接在那个在揭弊者保护法直接排除刑事诉讼啊、反起诉的这一种的条文，而且把它纳进来，我们认为在一个立法体系这部分。好，那我 OK 好，那我现在请教就是你们的提案的现在是在讨论第13条，那就是说。基本上他是机关受理前向经法院判决免除或其刑确定之揭弊者，就是反正他有，他虽然前面是免刑，那虽然是有罪判决，但是他如果要再任的话就不用受到原来，就只有这个部分排除吗？还有没有其他的立法例也排除？只有在揭弊者这边排除？你目前我们的国家大概只有缓刑，它目前已经有放宽可以再任公职，那免除其刑反而不行。我觉得举重明轻，这个应该要放宽了。所以也是只有在这边，我们个案这边放宽，就这个法案放宽，没有再去回来我们公务人员任用。我们没有去改掉公务员任用法，因为那不是法务部的全管的一个法规。所以那前提是也要是免刑吗？对，要免除其刑的，要免除其刑才有。如果说他是还是有一年两年要缓刑的话，还是一样。对，他4至66号解释。缓刑的话，目前就可以。缓刑的话，就目前就可以。对。缓刑，那他还是有褫夺公权啊？褫夺公权当然不行啊。他还是有褫夺公权啊。对不对？就是说，怎么样去这个立法例，怎么样去确认说，他如果是揭弊，然后呢，他将来所受的相关的有罪的判决，他都可以不受影响，然后回任公职，但可以做到这么大的一个就是除外吗？排除条款吗？因为就目前的那个个案来看，他就只是因为受到公务员任用法28条的限制嘛，所以那我们考量到他这种状况其实是比缓刑还要再轻微的，所以我们希望说在这个法给他有这一种可以再任公职的权利。所以你们只解决就是他被免除其刑，然后不能再任公职的这个部分，只解决这个问题嘛，对不对？好，谢谢。好，请钟委员。主席，我想13条大概就是我们一直之前在讨论的戴立生的一个条款，就是因为戴立生当时他也是当事人，他在某个时间点的时候在聊天，他发现说他的过程里面确实有违法，所以他就当揭弊者、吹哨者，结果他后来法院给他用免刑，但是因为免刑呢，造成他后续他没有办法负责。或者他到其他的公务人员资格，他被不取消，反而是被判反刑者，反而还有机会。所以这一次13条里面，特别针对这一个条文里面，去设特别设定了哈。当然，基本上廉政政府本来就是一个核心的一个价值哈，所以相关的其他的国家有没有设这个法令？就我知道是很少有，但是为了因为戴立生这个确实在法界里面大家讨论了很多，确实有必要。那我想法务部针对这第13条，大概就是希望让免刑者啊，他虽然是揭弊，但是免刑者也能够后续他不会再因为免刑而不会再有在就职的工作机会，还是要让他再有就职的工作机会。我想这一条的条文大概是这样啊，以上说明。好，谢谢。我们13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请看第14条。没有修正吗？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照行政院提案通过。主席。请看，请游委员。现在这里就是说，对于人身安全的这个部分，这里只是讲说他的人身安全的保护措施，就用智能保护法，就准用智能保护法，所以他还是一样可以去申请保护书这样。还有一个证保护书，那个隔一该罚。
跟委员报告，这个是那个草案第十四条，它里面有提到说，得依该法就是证人保护法施以人身安全之保护措施，这个就是十二条的第一项的那些所证人保护书，那个十二条的所列的那些证人的一个保护书，它里面所列的那些事项，都会用这种的程序措施来处理。好，十四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请各位看八十六页，包括中委员、时代力量、亲民党党团、段宜康、陈明文等提案。这个也一样嘛，这个就是证保护，接弊者的保护书。那么行政院提案是在十四条，好用证人保护来做处理，好，所以我们就不予采纳。请各位再往下再翻过来八十八页第二十二条，中委员的二十二条跟对应其他提案的条文，我们也一并不予采纳。八十九页中委员提案的二十三条，还有另外两个提案的对应条文，我们都不予采纳。请看九十页第二十中委员提案的二十四条，还有时代力量跟段宜康提案的对应条文，我们一并不予采纳。二十五条中委员提案二十五条，还有其他提案的对照条文，也不予采纳。请看第九十二页，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二十条，段宜康提案第二十条，这个部分是不是也不予采纳？好，我们就不予采纳。请看第九十三页，中委员提案的二十六条，还有时代力量，还有段宜康各自提案的对应条文，这个停止跟变更这个保护措施，这个在证人保护都有规定嘛，哈，所以我们也不予采纳。请看第九十四页第十五条，有修正动议。第十五条的修正动议宣读过了吗？还没，还没啊，请宣读。请参看修正动议编号二，参照行政院版条文，将第十五条前段修正为受理接弊机关及其承办调查稽查人员或其他依法执行该相当职务业务之人，对于以下的部分均与院版同，提案委员钟宏照等，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对于第十五条的修正动议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照修正动议通过。请大家看第九十七页，中委员提案第十七条，还有段宜康提案的第十三条。这个部分院版有没有做规范？有修正动议吗？有，不是啊。啊？院版的修正动议是针对行政院啊，不是这个。没有啊。哦，那个是行政院版本的第十七条，这个不是钟宏照委员的版本的第十七条。这个保密义务的规范，你没有在其他的条文做规范吗？第十五条，好，我们对于中委员的提案第十七条，有段宜康提案第十三条，都不予采纳。请各位往下看第十六条。主席，那有委员。
那个就是征验版的第十五条哈，他只讲说不得无故泄露他被揭弊者的对象，就是对象或是他人嘛哈。那这个有罚则吗？因为刚刚的那个中委员的第十七条其实是他的法律效果嘛。那我们这个的法律效果是什么？嘿，这部分就看他揭弊的事项的，它是属于证人保护法的保密事项，还是一般刑法的保密事项？我们回归到那边予以处罚。对于中委员提案里面讲到的这个损害赔偿的责任呢？第十七条的第二项，关于损害赔偿，就是定在我们的第七条里面的损害赔偿责任的部分。好，了解，请各位看九十八页第十六条。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十六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一百页第四章章名，不予采纳。请看行政院提案第十七条有修正动议，请宣读修正动议。请参看修正动议编号三，第十七条部分，第一项部分将揭弊。参照行政院版条文，将首句揭弊行为得给予奖金者修正为：依相关法规公部门得就揭弊行为给予奖金者，以下同行院版条文。增列第二项，前项情形，司部门就其内部规章得给予奖金者，从其规定，将院版条文第二项一列为第三项。提案委员钟孔照等，宣读完毕。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第十七条照修正条文修正动议三通修正通过。请大家看一百零四页第六章章名，不予采纳。什么？一百零一页，对不起。没有看到啊，抱歉，请大家回到101页。是你说陈明文委员这个提案，中统照三十条，没有那个是对照的，我们这边哦，那个就是对照十七条啊，对对对，那个好，请各位看104页第六章章名，不予采纳，请看是中统照委员提案的三十七条。还有段宜康提案的第二十二条，让你看一下啊，让你去第十条。好，请问各位对中委员提案的三十七条，法务部要不要说明？有关于救济的方式，已经在院版的第九条跟第十条分公部门揭弊者跟私部门的揭弊者有定比较详细的规定了，所以这个部分应该可以。好，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我们中孔照委员提案三十七条，段宜康提案二十二条，我们就不予采纳。中孔照委员提案三十八条，
诉讼免缴裁判费，法务部要不要表示意见？有关于诉讼费的部分是定义在我们的第七条的倒数第二项，就是说他提起所谓损害赔偿的范围，包含他因为提起救济所付出的诉讼费等相关的费用。所以在这边不用定。好，众委有没有意见？想再确认一下，这个诉讼费是用免缴裁判费吗？他应该是先去缴之后再去提起所谓的赔偿，因为我们之前审查劳动事件法的时候是非常明确。因为我不能说我们现在就是劳动事件法其实是涉到相关裁判费或者诉讼费用的，他诉讼费用是有减免，但是他是减免裁判费，那这部分是不是也一并列入考量？我们目前的文字用语是说遭受不利人事措施依法提起救济所合理支出的必要费用，那在立法理由去说明说这些必要费用包含相关的诉讼费以及付出的裁判费等等都有包括在里面。请游委员。那个我想要请教一下那个法务部哈，现在这里就是说，你依照你们的那个立法理由，第七条的立法理由里面有包括那个费用，有包括律师费。我们这个好像这不是强制代理嘛，所以你律师费是可以放进来的吗？在第七条的立法理由里面的第五点。倒数第六行，跟主席跟委员报告，这部分诉讼这个可以把是不是可以那就是不是我们请教司法院的意见。38条。不是，现在刚刚在讲的就是说那个第七条的那个第五点的立法理由，那就是说他所支出的这些救济的程序所的合理支出的这些的必要的费用，那这里面因为他们在立法理由里面有写律师费，那我现在是要把它确定一下是不是律师费可以包括进来，因为通常能够把律师费包括进来的大部分都是强制代理，那我们这个案子好像不是强制代理嘛，没有强制代理，那可不可以放进来，或者司法院可以表示一下意见？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司法院在会前，这个会办这个、司法院各单位听处的情况呢，最后结果是没有就这个部分的这个律师费的部分有表示意见，所以这个部分本院无意见，谢谢。没关系，那个第七条的部分我们都保留嘛哈，所以那个部分我们再把它弄清楚，然后38条中委员提案的这个38条。是不是我们也一并先保留啊？这个中委员的38条，诉讼免缴裁判费了。
这样勉强裁判可能要问一下司法院，因为司法院这是属于司法院要收取的费用。啊，有没有？来，请问司法院的意见。因为这个过去在之前的例子了哈，那个建议行刑法羁押法的那个要打行政诉讼的，现在行政诉讼才收费制嘛，好、哦、才收费制啊，那所以在研究监刑法跟羁押法的时候，那个民团要求说免受贿，但是呢，司法院的立场是说，这个叫简易诉讼要收2000块嘛，后来才折中，那个我们在委员会审查过的就是一半。切一半，这有这种空间呐、啊。那现在看这个的话呢，应该是属于诉讼费用，不是这裁判费用里面的一环哈、哦。那司法院能不能说答应不收？我知道过去司法院在监刑法跟羁押法里面是有很大的不同意见的、啊。那是可能法官也现在没办法决定，是不是保留给他们回去再做思考看看。八条哦。是说公益通报者保护官就主管，那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公益通报者保护官嘛，对不对？就主管机关调查认定为公益通报事由或公益通报者所属事业单位机关有违反本法规定之行为，且情节重大者，得向法院诉请停止或禁止之。就是停止或者禁止这个行为，就是这个揭弊者本人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禁止就是禁止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譬如说去禁止什么？禁止调动、调职那个中委员是不是？是禁止他对他的人身或者他的调动吗？还是什么？人身保护令就是另外从政人保护法里面来做的嘛，哈。那在这里的话，中委员的意思是说，他原来的不当、不利措施是不是说，比如要把我调台东，暂时要停止调去台东报道，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就是就在审查的时候，因为38条里面是因为保护官提起，所以免裁判会嘛。那现在保护官我们取消了。上次保留是吧？好，14、15条。好了，现在8条我们就一并先保留，好不好？因为14、15条那个公益保护官那个是保留嘛。好，好，请看来尤委员。那个就说揭弊者保护官，他其实是让这些揭弊者他能够在第一个时间不会被报复，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他在公司或者说在公务机关内部，然后就先把他对他做一些的人事不利的措施，比如说把他调职啊，或是把他 fire 掉，或是把他减薪等等，那这时候呢这个保护官他其实是在保护那个揭弊者，让他在这个第一个时，因为揭弊者他不见得有那个能量他去对抗，因为他只能够偷偷的出来举报嘛，所以呢他才要受各种的保护。那今天呢就是，但是公司或是说这个公务机关可能更大的力量是先把你让你封口，所以在这里呢他这个保护官的目的其实是在保护这个揭弊者，让你不会因为出来揭弊然后马上受到及时的这些的损害，所以呢他可以去替这个揭弊者去请求法院禁止他们为这些不利的这些的不利的措施。所以呢在这里就是说，因为这个揭弊者保护官他所为的其实是一个公益的行为，所以他才要求他的诉讼费用是免裁判费嘛。那我觉得这样子，如果要设立揭弊者保护官的话，我觉得这样子是合理的啦。那当然这里就是说，我们要不要有一个揭弊者保护官去保护这个揭弊者，让他不会及时，因为通常第一个大概就是马上会被 fire 掉嘛，公司大概不容许这样的人在公司里面，所以呢揭弊者保护官其实是等于是来保护他不会在第一个时间就受到这些的不利的一个处分一个对待这样子。那这个部分反正我们是保留，我是觉得这部分是可以在思索看，这部分可以保留了。刚刚尤委员讲的没有错了，这个是一个在制度上比较完善的一个设计，但是他遇到的问题就是说，对公部门来讲相对单纯了、
好，这个保护官也不用新设职位啊，可能由各机关的这个政风主管来担任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司部门呢，它就会相对比较复杂一点。好，那如果这个司部门的这个接弊者保护官是由这个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政风主管来担任的话，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能要面对要处理很多对劳动条件的问题啊，所以他有没有，就他一方面是对于这个接弊者的保护，他可能具有专业，好，但是他对他面对的这个劳动条件是不是公平，他可能反而比较陌生哈，所以应该要怎么定啊？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要再讨论的了哈。好，38条就保留。39条，保护咨询专线。报告主席跟委员，这一条是不是用附带决议的方式做处理就好，不必入华，因为事实上各种的宣导啦、专线啦，哈，过去很多都是用要求、行政要求的方式来做处理。钟委员，可以啊，不坚持。那钟委员，如果你不坚持的话，你就要把它整理成一个附带决议哦。好，好，39条不予采纳。请看陈明委员所提案。哦，对不起，余婉如委员所提案第19条。这是回溯的条款。包主席，这个这一条的话，我们建议是不予参采的，不予采纳，因为这个的话呢，过现有有几个法律呢是有接弊者保护，好像是证券交易法还是几个有。那如果说这里远远不再适用，而且那一边的规定可能更有可能更严格的规定，我们这第一条里面就有第一条就我们第一条就有了吧？从最有利的，啊，第一条的第二项，啊，依本法规定，但其他法律有最有利的接弊者保护重启规定。所以呢，这里面可能还在做比较，是有利与不利的部分，所以不要完全的，全部的就把它删，把它不适用。哎，我们好，第19条，余婉如委员提案第19条不予采纳，请看陈明文委员提案第27条。27条这个部分的话，事实上应该是更新，前面有几个条文呢，就是说他要受到保护的，那如果有这个接弊的有故意重大过失，他如果受到损害，这本来就是有民事求偿的问题，这一点呢也不在这里规定的话，从民事啊，搞不好他还有其他行者的规定，是不是有伪造文书等等这些的适用的，所以呢在这里不我们认为说不需要再做这个特别的这个规定，因为到时候而且呢他的构成要件呢也是比较空泛，将来施工上会有问题。陈明文委员提案27条不予采纳，请看行政院提案第18条。主席，请游委员。他这里有，就是说，如果那个奖金已经发的，要把它追回，这个我们有没有规定？这个前面有条文啊，那个奖金的规定是依照这个各个主管机关哈，或者是各个司部门所定的规定来做处理啊，所以这个里面没有，不是，就本来如果是有虚伪的，就有追缴，那个在相关的办法里面会做处理啊。现在贪赌、检举、贪赌奖金呐，还有其他的奖金都是这样的规定的。好，请看第18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请看第19条。如果大家没有意见，19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请各位看回来看这个，为什么刚才暂时保留的第10条的修正动议1-7-1，因为司法院有提出这个提醒了哈，这个我跟大家说明一下了哈。那司法院是建议说在立法说明要讲清楚啊，但是后来跟法务部大概研究了一下，就是说，因为他既然是合议的哈，就双方啊，劳资双方啊合议来进行这个补偿金呢，所以呢，只要是双方都同意了，它就会生效。但是为什么不明说呢？是因为我们保障的这个下限啊，不管是3个月或者6个月以上啊，这个都是希望对
接弊者啊，能够争取比较多的、比较优厚的，当他必须要离开的时候。但是呢，如果我们在这边去说明说，即便你没有达到六个月，只要你们双方都同意，它还是有效，那我们的这个条文呢、啊，就会没有达到它的目的了。好，我不知道这样讲，您了解不了解？就坦白说了，既然是合意啊，就不会有条件啦，就你们双方讲好就好了。那为什么行政院提案呢、啊？会当初会定这个三个月以上，他希望提供一个参考的目标，就是至少啊，最好就是也让双方知道，说我法律定的是三个月以上，你们就应该从这边开始谈起。那至于说你们如果假设是谈成两个半月，只要你们双方签字啊，它也不会没有效。但是这个如果在立法说明里面把它明写明了，或者条文里面去做处理的话，那当然我们也都会知道说，这个雇主啊他会想办法压低，所以这个对接弊者相对来说是不利。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我们就用这个修正动议来通过？那个没有发，还没有发，我啊，这个有啊，早上哦，你是说你刚才给我这个、啊？对，这个还没有啊，这个月你还没联署啊？我，你要不要说明一下？哦，你是要给我联署的？好、啊。哦，还没有印呐、啊，还没有印。来，我不晓得，因为。这个没有关系，这个我们先休息一下。先休息一下，我们请这个司法院跟法务部啊一起跟中委员协议，好不好？这样你跟他们说明了，你不要跟我说明，因为跟我说明我没有办法决定啊。我们休息五分钟。主席，刚才那个第七条的哈第五点那个说明栏第五点那个律师会、交通会、差旅会。是不是在必要会用里面？我们回去再做检讨一下了哈。这个可能还有点奇怪。
好，我们第十条就照修正动议，没有，一至七之一宣读过了，照一至七之一通过。这样，那个次长，你们了解了哈？不好意思了，千回百转了。好，跟文会报告哈，行政院函请审议《遮蔽者保护法》草案等七案，已经并案处理完毕啊。等，对不起，还有修正动议还没宣读。附带决。啊，对，附带决议讲错了。这两个，因为看起来一是不要了，那一是不是应该撤回？就宣读了。附带决议一哈，有关第三条第七款弊案认定范围之认定标方式。要求法务部应该会商相关机关认定基准于施行细则中规定，这个是法务部提出来的嘛，对不对？没有，他们就是要这他这方面行啊。这个刚刚你那个哦，对，一二都要宣读 ，OK， 都要宣读。这个少了，现在还没有签名哦，还没签名哦，好。好，请还没有印，请宣读附带决议。有三个附带决议，请宣读。参看附带决议一，有关第三条第七款弊案范围之认定方式，要求法务部应会商相关机关订定认定基准，于施行细则中规定。提案委员钟宏照等三人。附带决议二，有关第三条第七款弊案范围之认定方式，要求法务部应会商相关机关认定，并定于施行细则中，以之明确。可参考基准，例如一、侵害国家法律、社会法益之重大不法行为；二、涉及不特定多数人利益之犯罪；三、违反环保、食安、社会福利、金融秩序等法规，徒生损害于公众之生命、身体、健康、财产等利益之余者；四、维护弱势族群之权益保障；五、其他侵害公共利益情节重大者。提案委员钟宏照等三人。附带决议三，建请法务部会商相关机关，参考《消费者保护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设置公益揭弊保护中心或咨询保护专线，办理公益揭弊者之咨询服务、教育宣导、公益揭弊通报等事项。提案委员钟宏照等三人宣读完毕。好，跟委员会报告哦，因为附带决议一跟二哦，都是第三条第七款的弊案范围的认定了哈。这个部分因为第三条啊还在保留，所以我们附带决议一跟附带决议二要等第三条做成决就通过之后啊，才有办法来处理哈。所以附带决议一跟附带决议二一并保留。附带决议三，法务部有拿到文字还没有吗？哈。他是要中委员的提案是要设置公益揭弊保护中心或者咨询保护专线，然后办理公益揭弊者的咨询服务、教育宣导、公益揭弊通报等事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报告主席、各位，这个设置的部分呢，我们是第一段、第二段没问题的，是不是一个相关机关内设置的，好不好？这专线恐怕不是只有华部一个，哦，有的可能，比方说环保署啊，那恐怕还有卫福部，恐怕就有很多需要设的地方。嘿，一个相关机关内相关的机关哈。建请法务部会商相关机关，参考《消费者保护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于各相关机关内设置公益揭弊保护中心或咨询保护专咨询保护或咨询专线呐、啊，好，或咨询专线的嘿，保护咨询专线呐、啊、，OK， 好，好，保护咨询专线。办理公益揭弊者之咨询服务、教育宣导、公益揭弊通报等事项。
对，这个就是类似地方的毒危中心呐、啊，将来怎样的事，我们负责来教育科院来做，好不好？好，那我们第附带决议三就修正后通过，附带决议一跟二保留哈。行政院函请审议揭弊者保护法草案等七案已经并案处理完毕，附带决议三项，好。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本案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段宜康说明，附带决议三项一并提报院会处理。条次引述条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语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整理。现在要进行讨论事项第二案，要继续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政治档案条例草案等四案哦。我们休息到3:45。好，这个请各列席机关哈、哦。该离场的离场，该就座的就座。